你是家属吗？我是。我们刚刚做了初步的检查，发现下体有出血的情况，可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。 都没有事要告诉我，还在想选组委的事啊？哎，这房子又不是你的。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你自己的房子之前出什么事？我好奇啊，等你姐回来都没有提。没有。 为什么我女儿会在医院？你做了什么？她在社区昏倒了，医生有话跟你说。她在哪？第二床。你是家属吗？我是。我们刚刚做了初步的检查，发现下体有出血的情况，可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。 我们的事不要让别人知道。我们的事不要让别人知道。江志明，静雯，我妈在这里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